迎回到现场啊！我是台中市市长胡志强。那么五都的大调查，住台南是最开心，住台北最无助。想搬家吗？其实我觉得住台北无助还情有可原，因为台北其实竞争太厉害了嘛，是不是？你就不管是住新北市也好，或者住台北市也好，你每天要面对这么多繁忙的工作，你难免心情会很无助的、啊。是不是这不无可厚非的事情？台南生活步调慢，你当然会说它好了，是不是？喝个咖啡可以喝一天，是不是？这个很难去讲。不是只有喝个咖啡，我们台南的省宜薏米啊，台南的棺材板一些美食啊，是可以让对对，反正你就是吃喝在台南就一天就坐在那边就对了。台中市总不老是都待在金钱豹里面嘛，还是要走出来。那是晚上才会，不是，反正这个只有我们先不要想着，我们来看看全民旅行团，他们带着很多人到处去旅行啊，就知道说哪里好玩。那再来比较一下嘛，什么 Jennifer 小妮子，还有林朴素妍是吧？他们几个干嘛的？我不知道他们干嘛。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。来 ，Hello everybody， 台湾的朋友你们好。我们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，我们爱台湾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日本，我叫做小妮子妮妮。大家好。我来自韩国，我叫朴素妍。哟 ，Come on！ 哎，你的妆化这么浓，你还说你是素妍？朴素妍是我的名字哦，我姓朴，名素妍，但是我从来不素妍哟。Sorry， 哈，你们韩国人好像不化妆都出不了门哈。哦，化妆前是鬼，化妆后才是人哈。这不是我说的哟。OK， 我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, everybody. I come from America. Yes. My name is Jennifer Petro, Madonna, Lady Gaga, Victoria 的秘密三世哦。等一下哟，你的名字太长了哟，我们还记不住哟，麻烦你再重复一次好哟。Hello, everybody, my name is 说清楚哟，我就知道你会来音的。My name is Jennifer Petro, Madonna, Lady Gaga, Victoria 的秘密三世。Thank you, I come. 好厉害哟，我们好像有比较记起来了哟。如果你再说一次，也许我们就记住了哟。哇，吞下去了哟。算你狠 ，OK。你可以讲了哟。Hello, everybody, I come from America. My name is。从小大家就叫我 Mary。啊 ？Yes, my name is Mary。小明。Mary 哟。Yes。你白他们呢？哎，谢谢你告诉我哟。其实我的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来到台湾了，小吃最重要，我们要来逛夜市 ，Night Market。OK， 我们的夜市观光团，我们一定要假套套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给自己加油一下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OK， 我们第一站就是冲啊！那么惊讶哟，这是哪里哦？对，你看有没有士林地下观光街？应该就是士林 Night Market 了。士林夜市，听说这边的那个烤玉米很好吃哎。哎，我们来找一下好不好？好。烤玉米。为什么这边空气这么不好，烟又这么大？我们的烤玉米在哪里呢？而且这个地下道实在是太大了，好像迷宫哟，还没走到我脚就酸了哟。我找那个美食地图的指南好不好？Mary， 你会不会把东西放在那边哟？因为我没有背包哟。是你美食攻略哈 ，OK。我看这个，哎呀，我看看哈，他说只要下楼梯左转，然后第二个十字路口右转，遇到红绿灯再左转往前30公尺后下交流道右转。等一下 ，Mary， 等一下哟。我们现在在地下街哟。对呀。怎么会有红绿灯或者是交流道？它上面写的啊，你看有没有下交流道第二摊就是。哎呀，你看错了哟，这个是槟榔叫出来哟。槟榔叫出来哟，这是槟榔炭哟，这不是夜市炭哟。Sorry， 所以他是在我看哦，这里是烤玉米，下楼梯左转第二排十字路口，右转红绿灯再左转往前30公尺下交流道第二摊就，哎呦，就是这个烤玉米到了，就在这里。终于到了，老板，我要三只烤玉米呢。多少钱 ？OK， 三只哦，一只百二，然后三只剩你400了。有名
一只烤玉米要$120？对，呀呀呀呀！你要抢劫吗？太贵了 ！No No No！ 哦，这跟你讲，感情行的无同款啊，而且我八年无起价呢，俗啦俗啦，没没没。阿姨，台湾的夜市通风不好，烟又多又这么贵呢。哦，太贵了，我不想在这边吃哟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台北哈不是一个很好住的地方。哦，我们到台中，台北太贵，台中也有夜市，现在坐高铁还来得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来走，坐高铁哟，我们一起去，我们走，坐高铁哟。你干什么？你是烤玉米的，你来抱女生。走，我们走了。我们台中见啊。对，到台中对了，你到台中的那个逢甲夜市，你去吃吃看，又便宜又好吃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蓝绿新闻，马上回来。我是吴小佩，我是郭小妮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蓝绿新闻。首先来关心一则行政院长陈冲展现魄力的新闻，美牛瘦肉精风暴，行政院长陈冲硬起来，规定美牛有条件开放，为的就是要让人民安心，政府绝对会把人民的健康摆在第一位。别再睁眼说瞎话了，好不好啊？我们接下来报道一则的是行政院长陈冲断章取义的新闻，美牛瘦肉精有很多的国家禁用，但是呢，行政院长陈冲却硬干，执意要开放美牛进口，根本哦是没有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眼里吗？怎么可能没有呢？行政院长陈冲已经颁布了4条件16字的箴言，叫做安全容许、牛猪分离、强制标志、排除内脏。最主要就是要让人民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心啊！真的是哦，有够会凹的。我们之前在高雄呢，已经查出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都没有处理好，还硬要说是为人民的健康着想，我看根本就是假的嘛！接下来听听看的是专家学者他们怎么说。只有29个国家禁用，在语言使用上事实上是不精确的，而且这样讲啊，会给人觉得说有一点在玩文字游戏，就好像在玩文字游戏一样嘛。聪明的人一定会过关，笨的人只会会错意。明明是自己有错在前面，不要讲的自己好像很清高一样，很懂文字游戏。哎呀，我当然很懂文字游戏了，一个好的主播一定很会玩游戏，就像玩超级比一样，我吴小佩绝对是非常厉害的。不过呢，为了怕呢我在现场比你什么也猜不出来，所以呢我在现场就请了一个人来猜猜看。开始咯，谁怕谁？4个字，第一个字吗？对，肚子痛，对不对？对，肚子饿，对对对，第二个字，鬼，女鬼，很丑的女鬼，啊，老虎，第三个，羊，第4个字，羊嘛，二虎扑羊，二虎扑羊，你不厉害，太痛。太厉害了！拜托，完全看不懂，浅显易懂，让专业的我来比给你们看。好，叫你朋友 stand by。OK。第一个字，胸，第二个字，就是被火灼伤。牛吗？牛，对，牛。第三个字。好了，失败，宣告失败。拜托，我们用了一样的时间，这个最后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拜托，看不懂嘛？叫你的朋友来评，一点都不公平。不要你的朋友，我们自己来 PK。好啊，导播不好意思，这个画面可以下掉。我跟郭小妮自己要来 PK 了。好的，那就由我先出题喽。仔细看好，来5个字，对。第三个字，打。第四个字。球，排球，打排球，哇，太简单了吧！第一个、第二个字，很简单哦，美女打排球，要不然就是正妹打排球。哎呀，我知道啦，是主播打排球，这个也猜不出来，那么简单，是人妖打排球。
感谢收看今晚的蓝绿新闻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你先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镜子，你再仔细看一点，你今天妆到底怎么了？怪里怪气的。我今天的妆怎么了？化妆师，我要补妆啊！这柠檬花那么粗，哎呀！